最近刘恺威被曝带着女儿在加拿大旅行，这不又有网友偶遇了父女俩。刘恺威身穿黑色 T 恤和长裤，178厘米的身高被拍成55分。刘恺威手里抱着一个皮卡丘，小糯米则跟在爸爸的身后，像是在给爸爸递水。身边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士，其中一位和刘恺威父女俩穿的鞋子还是同款。不过不少网友认出这是刘恺威的妹妹刘翠玲，也就是孩子的亲姑姑。博主看见了孩子的正脸，表示小糯米长得真的很像杨幂小时候，很有灵气，眼睛也很大。网友们纷纷大赞小糯米身材像杨幂，从小就有直角肩，还好身材比例继承了妈妈。也有网友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偶遇过这对父女，网友大赞小糯米颜值非常高，继承了杨幂的优秀基因。离婚后孩子跟着刘恺威在香港生活，很多网友对小糯米的印象都停留在小时候，刘恺威和父母时不时的会被拍。